罗队，通过现场勘查，死者大约年龄28岁，身上并没有发现致命伤痕，我们可以初步断定，死于心脏类疾病，死亡时间大约在昨天晚上11点到凌晨2点之间。唉，可怜这曾经的龙州首富沈百祥的千金，就这么香消玉殒喽。别这样说。 这家属还在那儿呢。头儿，门有被撬过的痕迹，现场有轻微打斗或者争执过的痕迹。对了，还有这个酒杯上，上面发现了一些不属于死者的指纹，需要拿回去进行比对分析，证物都已经收集好了。还有什么新的发现？没有了。哎，对了，头儿，现在是不是得问问他了？是你报的案是吧？ 案发的时候你在哪儿啊？我当时在办公室。办公室？你们不会是在怀疑我吧？啊，我们只是做一些调查。那你是什么时候发现死者的？ 沈佳丽，开门啊！沈佳丽，门被反锁，我只好绕到后面，却发现客厅门开着。 那你有没有发现，你太太最近有什么异常啊？如果发现了，事情会变成这样子吗？我的意思是，案发之前她有没有什么异常，或者说你们之间有没有？我们之间感情一直很好。我希望你多提供一些死者的信息，我们好更快的破案，好吗？你们有完没完？你们要问到什么时候？我连难过的时间都没有，你们要问到什么时候？不是你这人，我能安静一下吗？我们是要破案，你知不知道？ 这死者的丈夫也太婆婆妈妈了，一问三不知，什么也不说。要换成是你，能控制自己情绪稳定吗？别呀，宇哥，我这还没女朋友呢，你可别咒我呀。要不这样，我委屈一下，咱俩凑合凑合。滚蛋！你看你这人。哎，对了，头儿，要不要把这个张成刚叫到警局再问一下？停车。啊？你们先回去，我还有点事儿。
那这个案子，你来负责，有什么情况你向我汇报。 OK。 刘警官，我这边有发现，结果怎么样？这枚指纹并不属于死者和死者丈夫，那是谁的指纹？没有匹配。刘警官，这边有发现，这是小学校的监控。这儿，把这放大一下，再放大。 OK。 初步认定犯罪嫌疑人就是林志成，据调查他是死者沈佳凝的前男友，案发的时候他就在现场，我已经跟局里申请拘捕令了，我现在正在去他家的路上。胡闹！啊！我让你推进案情，有什么情况向我汇报。 你这是先斩后奏，这万一打草惊蛇怎么办？不是，喂，头儿。喂，哎，头儿，又怎么了？啊？ 我以为是罗队呢，怎么了？你说，张晨刚被人拿刀捅死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好，我马上就过去。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张总呢？现场一死一伤，死者张晨刚胸口有致命伤，伤者郑天印腹部中刀，现在已经送到医院抢救了。张晨刚，不是沈佳凝的老公吗？他怎么也……你们怎么得到消息的？我们接到了一个实名举报电话，举报的人叫林志成，我们之前收到了一个 U 盘，接着就是这个叫林志成打电话的实名举报。 他说：“这里面有张晨刚蓄意谋杀沈佳凝的视频录像，但是我们发现 U 盘中了病毒，数据正在恢复中。”这也太玄乎了吧！哎，他怎么会有视频呢？我们也很纳闷，沈佳凝的案子并不是我们处理的，为什么电话会打到我们这儿？那个人告诉你们在这里可以找到张晨刚啊？不是，他显得非常急躁，说完就匆忙挂了电话。我们是根据定位才找到这儿的。 罗队，通过现场的勘查，死者年龄大约30岁左右，死亡原因是因为利器刺穿心脏造成大量失血。哦，对了，这是我们现场找到的凶器。你看看，肖芬，把肺案件的资料给我。是，罗队。 这么长，我都已经仔细检查过了。这是他的电话吗？对。编程。1596，冷云韵。罗队。 你要的资料到了。
1590是林志成的电话吧？对，是林志成。下午2点的时候，林志成和张成刚通过电话。张成刚带了一个女孩，一直都陪在他身边，叫冷云云。他应该知道他们通过电话没有。把那女孩带过来。是，罗队。他死了多长时间了？死亡时间大约2小时之前。2小时。你来看看。这小子啊，真是做鬼也风流了。娶了龙州巨富的女儿，岳父岳母又双双死于车祸。只可惜啊，无福消受喽。说重点。哦。从资料上看，张成刚和沈佳宁的婚姻早就出现了问题，主要就是因为这个张成刚啊，成天在外面花天酒地，而且还欠了不少赌债。林志成，我的天哪，还真没看出来，这个林志成居然是清华的高材生。哎，涛，你就看这张照片，简直就是个码农啊！你看资料写的，林志成和沈佳宁之前有一段恋情。沈佳宁的父母车祸双亡之后，他不久就和张成刚结婚了。你看看，我说什么来着？这感情纠纷呢，往往就是重点。闭嘴吧！哼。对，还有这个郑天印，这郑天印可不简单呐。罗队，冷云云到了。咱们走吧。什么？张宇。这边有什么情况，随时向我们汇报。好。好。站好。冷韵是吧？我们有些情况想要问你一下。不都说过一遍了吗？怎么又要问啊？你什么态度啊？这是我们市刑警队的罗队长。刑警队长怎么了？我犯法了吗？嘿，怎么说话呢你？你不是本地人吗？外地人不能来龙州啊。什么职业？外企文秘。爱信不信。好好查查他是哪个厂子的，让他老板啊好好的照应照应。没问题啊，头，我一定让他们老板好好照应照应他。哎，别，大哥，都是混饭吃的。你们问什么我说还不行吗？早说不就完了。既然你是张成刚带来的，可现在张成刚已经死了，你还没有走，你是在等着谁给你付钱吧？度假村和我们娱乐城之间会直接结账，但是每次完事之后还会担负我们一笔小费。张成刚每次来度假村都干什么？白天就是游游泳喝喝酒什么的，晚上他们会聚在一起看足球，然后就各自回房间，然后。你们贵宾卡一年的会费是多少？5万。5万？就这服务5万块钱？那这还不被挤爆了呀？所以啊，根据这个线索好好查一查，这个地方很有可能是一个地下赌球集团。没问题啊，他。大哥。我能走了吗？你很快就可以走，但是你必须把今天的情况详细的再描述一遍。下午张总打电话说来接我，我以为他老婆死了不开心让我陪一陪，没想到他和往常一样高高兴兴的，一到会所就和郑总在一起，该喝喝该玩玩。这肌肉又紧着了，哎，来，这是大通商贸的李总，这个漂亮夫人，哎，漂亮，来，我刚才跟李总说了，等到我在远景目标时候，在这个翡翠湖里给他俩一人定做一个船，以他们名面，我也要一船。哎，我们不要叫翡翠湖，我们叫翡翠国。好，把酒杯举起来，一起干一杯，干杯呀！疯子，正玩着，突然来了一个陌生人，
那个人我们都没见过，可他好像是冲着张总来的。张成刚，你是新来的吧？来，敬你。怎么，不喜欢？这可是好酒啊。酒是好酒。就是血腥味重了点。你什么意思？太不给面子了，哼！比起那些六亲不认的畜生，我这已经很给面子了。你他妈什么意思？两位老总，两位老总，别激动，不要生气。来的都是客，给我郑猛一个面子，咱们有话好好说啊。有话当然可以好说，就怕有些人做了伤天害理的事儿，配不上听好话。他妈就来这里找事了！两位老总，有话好说。张总，相信哥哥，哥哥一定能把事帮你处理好。啊，你先走吧，出去透透气啊！爷爷，带张总出去透透气。你先走吧。啊，咱们给他小心点，交给哥哥。后来那个人和郑老板又说了些什么，我就不知道了。反正他后来把郑老板也捅伤了。你怎么知道是那个人干的？这不明摆着吗？他就是来挑事儿的，除了他还能是谁呀、啊？你之后有没有再见过他？见过，后来在浴场的时候就又见到了他。在浴场大家都换了泳衣，只有他还穿得严严整整的。哎，好好好，陪大家玩好了啊。他没有游泳。对啊，他不会游泳啊。哎呀，热闹吧。雷先生，要不你也换身泳衣下水玩一玩。我不会游泳。嗨，您要是不游泳来我翡翠湖，那就没意思了。哎，我想租艘快艇去湖面上转转。好，你走，跟我来吧。行。天气这么热，凉快凉快的。救命！张总，张总，您电话。谁打来的电话？不知道。谢谢。喂。好，马上过去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他显得很焦虑。焦虑。发生什么事了？不知道。拿着刀。拿刀了呢。哎，张总。张总，你张总，张总，张总，哎，张总，面，刀子就离我这么近，刀。
当时我都吓晕了。切，神经病啊。然后呢？然后郑老板就来了。张总，郑总，不是，张总呢？刚刚拿着刀出去了。不是，那你们怎么不把他拦住呢？我就。我也能拦住吗？哎呀，我真说你们俩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。郑总，那你完了，我说怎么刚才把我支开了呢？哎，郑总，郑总，支开了。我可以走了吗？走吧。就我们现在手头上的线索，你能想到点什么？我觉得呀，案情并不复杂，应该是林志成在码头杀了张成刚之后，捅伤了郑天印，然后现在正在逃亡。二位警官，后来的事情是这样的。这位老板，既然来到我的翡翠湖，就说明咱们还是有缘分。给我郑某人个面子，别伤了和气，好不好啊？哎，我可不是什么老板，就是一个屌丝。您这是说笑啊？这不是在打我郑某人的脸吗？我们这生意人啊，这南来北往的都是客。请问兄弟，您怎么称呼啊？我姓林，哦，林先生是吧？哎呀，幸会幸会，鄙人郑天印，啊，这是我的名片，来，看得出来啊，这林先生是一个特别有修养的人，文文，肯定是个文化人，您不说我都知道。要不这样吧，既然咱们有这个一面之缘。咱不妨交个朋友，说不定日后在生意场上，互相之间还能有个照应呢，好吧？好啊。我看，你这儿挺气派的。哦，您说这儿，嗨，马马虎虎吧，凑合事儿。要不我领林先生出去转一转，咱们在一起聊聊天儿，我跟您学习学习。我这人有个习惯，就是特别愿意跟文化人在一起聊天儿。走，咱们出去转转啊，林先生，请。哎呀，走吧啊，咱们边走边聊。我让你看看我这偌大的翡翠湖。哎，陪大家玩好了啊。嗯，林先生，要不你也换身泳衣，下水玩玩，放松放松。我不会游泳。您要是不游泳来我翡翠湖，那可就没意思了。我想租一艘快艇去湖上转转。好啊，这样您跟我来，请。林先生，您看这风景不错吧？我跟您说，当初啊，我在接手这个翡翠湖的时候，这就是个臭水潭。您别看现在这个修得很漂亮，我可费老劲了。您看我现在人模狗样的，像那么回事儿？我跟你说，头些年我走背字的时候，哎呦，都没法跟您说那惨相，真的现在没法说都。所以啊，这人呢，他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，您说是不是？郑老板啊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我还有点事儿，我们往回开吧。哎呦，林先生，咱这刚游了一半。我跟您说啊，这翡翠湖好看的好玩的地方特别多，那就下次等我了结完这件事情。我想着劝不住这个，我再劝那个，生意人嘛，和气为贵。可是没想到我赶回游泳馆的时候，他们就告诉我张成刚拿着刀怒气冲冲地走了。
郑总，郑总，啊，郑总，不是，郑总呢？拿着刀出去了。不是，那你们怎么不把他拦住呢？我得拦得住啊，我得。你们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。坏了，我说刚才怎么把我给支开了呢？哎，郑总，哎，郑总，啊，郑总。不要走！刘队长，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。哎，不过非常可惜，张成刚，我这实在是无能为力。没能把他给救回来。不是，二位警官，你们笑什么呀？有什么问题吗？郑老板设计的好啊！你想啊，这个林志成失踪之后，就没有人能够证明张晨刚杀害了沈佳宁，而这个张晨刚呢，也死了，死无对证。哎呀，这样不但可以洗清你的嫌疑，也可以把张晨刚的钱装到你的腰包里。所以我说呀，郑老板，设计的好。不是，两位警官，你们说什么我真不明白什么意思。看来有必要让你见一个人，带他进来。好。林先生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们俩说的可不太一样。罗队，林志成寄给我们的 U 盘已经破解，里面有一条语音文件，还有。我去。林志成，郑老板，实话实说吧。我真不知道你们说的是什么意思啊。哎呀，郑老板，海眼呐。好。沈佳宁。开门！开门！沈佳宁，把家里锁的还敢换？我在外面叫了多少久？他妈的，我在外面叫了多少久？你是没听到？我的家，妈的，我的家！我们就不可以安安静静的过日子吗？啊！你生日。别对不起，沈佳宁，别闹，沈佳宁。别，宝贝不要，宝贝不要，不要走。
家林死了，我老婆死了，你叫我怎么忍心？宋翔死就按照我说的去做。多么美妙的声音啊，我们已经有了你指使张晨刚杀害沈佳宁的电话录音，这回铁证如山，你不演了吧？好吧，我说。忙完就蚊子未来找你了吗？讨厌！喂，大家都给我嗨起来！今天打算来哪个球队？这要是重要的比赛，我张晨刚那一次不是满足全干的、啊，对不对？少废话了，走。张总，您账户里钱就没有了？啊，要不然您现在跟我去。瞧不起我是不是？你是第一天来上班吗？怎么跟贵宾说话了？赶紧跟张总道歉。张总，对不起。滚！等等，给张总满足干事，记我账。老弟，来哥们喝一杯。看老弟最近有些心事儿，跟哥哥说了清楚。我也在睡啊。你去哪儿了？我还能去哪儿？
应酬了。我再问你一遍，你去哪儿了？公司现在一堆问题，投资方现在钱又不到位。哎，对了，提醒我，你是不是该把钱打到公司账户了？张晨刚，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，你觉得我还会相信你吗？好，你不信我也算了。你给我们司机小李啊，他可以跟你说这些老总多难喝。我们离婚吧。离婚？宝贝，你是在开玩笑吧？张成刚，以你现在的所作所为，这婚我离定了。我做错了什么？你有证据吗？你还跟我要证据是吧？你还好意思跟我要证据？是，以前的张晨刚，他爱我，他对我好，他在我最无助的时候帮助我。可是现在那个张晨刚，他已经死了。切，我不是好好的吗？你喝醉了。醉，睡着，已经很晚了，我们睡觉。别碰我！我知道你瞧不起我，你一直瞧不起我，你那些狗朋友，啊，都说我吃软饭的，啊！别碰我！哎，我要提醒你一点，你最需要人的时候，不是我在身边吗？是我，我在你身边。现在就从我眼前消失，我一分钟也不想看见你。好，我走。再把钱给我。滚！钱给我！滚！滚！滚！赶紧滚！自从那次炒饭后，沈佳宁就开始跟踪张晨刚，收集他出轨的证据，还追到了我的会所。张总好。A 女士，麻烦请出示一下您的会员卡。嗯，我就是来办会员的。哎，请这边填一下表格。这年头什么样的人没有啊？可不是嘛，就刚才进去的张晨刚，就仗打老婆有钱嘛。美女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？嗯，没关系，下次再说吧。Oh, my God.
妈的，真被他跟上来了。岂止是跟过来，你那老婆贼得很，她带着相机过来。她拍了什么？我哪知道？我说你也先别自乱阵脚，我发现他的时候，他正四处找你，看样子是刚过来。这个臭娘们，她要的鱼是网货吗？你以为制造了沈佳宁死于意外的假象，张晨刚就能顺理成章地继承沈家的财产，你就牢牢地抓住了张晨刚这条大鱼，一点一点把他身上的钱榨干，是吗？那你为什么又要杀了他呢？我也是迫不得已才杀的张晨刚。梁先生，您别怪我多嘴啊，您是不是跟张晨刚有什么误会啊？没有误会，我知道他做了一些伤天害理的事儿。伤天害理？哈，不是，我觉得做那些事吧，最多也就算是生活作风问题吧。啊？那如果他杀人了呢？杀人？他杀谁了？沈佳宁。林先生，这话可不能乱说呀。沈佳宁是张晨刚的老婆，我可听说她是死于心脏病了。他以为他可以逃得过良心的谴责，但是他逃不过老天的眼睛。不过像他这种人，若没有人在背后推波助澜的话，他怎么敢杀人？您看哈，咱们这凡事都是要讲究的证据。您现在就跟我说沈佳宁是让张晨刚杀的，这是不是未免也有点太草率了，是吧？监控录像是不会说谎的。啊？监控？另一份我已经交给警察了，我相信他们很快就能找到真凶了。喂，彭警官，我是林志成。对，对，嗯，好的，我们回去吧，警察一会儿就到了。请您回去。哎，林先生，您看这样，要不我给岸上员工啊通知他们一下，让他们盯张成功啊，还别让他跑了。嗯，我这也给咱打电话啊。哎呦，林先生，您看真不巧，这刚才我出来着急啊，忘带手机了，我能借您手机一用吗？谢谢啊。林先生，嗯，您真不会游泳啊？啊，不会。啊！
是我用林志成的手机约张成刚到码头。谢谢。喂，是我。你赶紧到码头来，我在这等你。就是刚才那个男人，他手里有你杀沈佳宁的证据，你不如一不做二不休。好，马上过去。怎么了？放心吧，把刀给我吧。可是已经报警了，警察很快就会来了。怎么办？我会坐牢的啊。你到码头来一下，把船收了。如果张成刚被抓了，他一定供出幕后的指使就是我。到时候我苦心经营的翡翠湖必将是毁于一旦呢。苦心经营？你就用那种狗屁非法勾当苦心经营？我只是拿回本该属于我自己的钱。你的钱？当初我转业之后，做生意一直都不顺。在我最困难的时候，沈百强拉我一起投资翡翠湖。我可是把自己的全部身家都放到里边了，可他沈百强却拿着这笔钱干了别的，把自己变成了龙州首富，却给我留下这么个烂摊子。就算你们之间有恩怨，可是他已经死了。你为什么还要害他女儿？那是他自找的，这点他怨不了别人。要怪，就只能怪他自己当初太贪心了，把自己的女儿给牵连了。以怨报怨，你这样做有什么意义？我自己
现在真相已经大白，逝者可以安息了。辛苦。当一个人经历过失去，遭到过拒绝，便会想要尝试让一个人后悔的滋味。人越长大，就会越相信残酷和宿命。就好像书读的越多，并不能保证你成为人生的赢家，反而可能越输越多。您好，请您配合我的检查。在我没有喊停之前，请您使劲吹。警察同志，我说您这是要憋死我。感谢您的配合。不对，您看一下。怎么了，罗警官？没事儿，我就是想请游泳健将教我几招。6000多的肺活量，2分钟的潜泳应该不在话下吧？难怪可以轻易骗过郑天印那个老狐狸。下来聊聊。罗警官，我听说过你的传奇故事，知道瞒不过你，有话直说吧。你是怎么怀疑到张成刚的？不是怀疑，是笃定。那年佳宁的父母因车祸去世之后，他就经常酗酒。美女，我们要下班了，该回家了。美女，我们要下班了，该回家了。哎，美女，喂，美女。没事吧？喂，快叫救护车！你总算是醒了。
我这是怎么了？你在酒吧晕倒了，你把我给吓了。你一直陪着我啊？医生说以后不可以这样子，你心脏支撑不了。我这病是天生的，早晚的事儿。喂，别这么说。不过还是谢谢你。哎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他们就结婚了，可好日子没过多久，张晨刚就露出了本性，沉迷于赌博。了解到真相的佳宁又开始了酗酒的生活。从小到大，我一直对我父母的话言听计从，甚至他们不同意我的婚事，我就选择分手，丢掉了我多年坚守的爱情。今天是我28岁的生日，我再也不想为别人而活了，我只想为我自己，为我自己做一次决定。喂。喂。我想让你来陪陪我。你怎么了？我就想让你来陪陪我。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事情了？喂。喂，佳宁，说话。喂。喂，为什么喝这么多？我不喝酒，还能干嘛？要是你爸妈在天有灵的话，你难道希望他们看到你这样吗？你就不问问我过得好不好吗？
过是个卑微的存在罢了，哪有资格过问你的生活？我后悔了。后悔？现在说这个还有用吗？你带我走吧。不可能。我不管。沈佳宁，我们都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。今天是我生日，我就想让你来好好陪陪我，不行吗？我宁愿做一个守护者，也不想做一个替代品。那如果你有任何需要能够想起我，我就已经知足了。林志成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。眼泪变成晚餐，生活如此的平淡，爱你让我不简单，想着你就心酸，连呼吸都困难，已经习惯了，就让我好好孤单，想着你就心酸，他是最后一个接触过佳宁的人。后来我黑进通讯网络系统，查过张志刚的手机通话记录，发现他和郑天意来往极其密切。我试图去接近他们。酒杯举起来，一起干一杯！来，好，来，干杯！呀！痛快！张成刚，我试图去接近他们俩，激怒张成刚，试探郑天一。酒是好酒，就是血腥味重了点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两位老总，两位老总，别激动，不要生气。来的都是客，给我郑总一个面子，咱们有话好好说啊。有话当然可以好说，就怕有些人做了伤天害理的事儿，配不上挺好话。他妈就来这里找事了！两位老总，来，两位老总，两位老总，静一下。行了，相信哥哥，哥哥一定能把事儿帮你处理好。先走吧，出去透透气。几位兄弟，你怎么称呼啊？我姓林，哦，林先生是吧？哎呀，幸会幸会。鄙人郑天印，他过度关心我对张成刚的事了解多少，故意和我拉关系。这是咱的名片，请您请看。我不会游泳。哎呦，您要是不游泳来我翡翠湖，那可就没意思了。我告诉他我不会游泳，并让他带我去游湖，看看他会做什么。杀人？他杀谁了？沈佳宁。沈佳宁是张成刚的老婆，
我可听说他是死于心脏病了。像他这种人，若没有人在背后推波助澜的话，他怎么敢杀人？林飞，您看哈，咱们这凡事都得要讲求个证据。监控录像是不会说谎的。监控？你是怎么弄到监控录像的？我骗他的，让郑天一迫不得已杀我灭口。林先生，您真不会游泳啊？那电话录音总不是骗人的吧？你为什么会有张成刚和郑天印的通话录音？其实我一直还关心着家人，听说张成刚总打的，我就在项链里装了窃听器。我做这一切不是因为我不相信法律，我只是想为他多做些什么。造成的翡翠湖，我本来只是想试探郑天一，却没想到逼他狗急跳墙，连张成刚一起杀。当我游回岸边的时候，一切都来不及。可是你的冲动和一意孤行间接地害死了一条人命。我不管他有没有犯罪，你要记住，任何人没有权利去决定另一个人的生和死。收队。让我好好孤单，想着你就
心酸，这世界多变幻，我们都曾为爱艰难，却不懂如何简单。是谁给了所有温暖，却又脱下所有衣衫，思念大战，而我依然要缓缓闭上车，习惯眼泪变成晚餐。生活如此的平淡，爱你让我不简单，想着你就心酸，这世界多变幻，我们都曾为爱艰难，却不